阿杰萨 N 系列全系列在台湾正式上市，我们 A01 就是之前的，所以它可以实现一倍的风量，吹出十五倍的风。接下来我们最近上市的 M02 椭圆形大下型的，它可以产生16倍的风。那最后我们有落地型的 M03 最右边那个椭圆形圆形的，它可以产生1:18的强大风量，也就是说它每秒吸进去33公升的空气，喷射出来超过500公升的垂直稳定的风，吹在你的脸上非常非常舒服，同时也可以达到你们大型居住空间的室内循环使用，所以放在您家里的起居室，放在公司的会客室，非常体面非常漂亮，也达到你们追求大家追求科技的一个目的。